把膝盖整个打开，手在我们把它摆好。对，手是跟肩膀有关，很好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再慢慢下降，把我们的髋骨往下沉。好，前脚的膝盖啊，尽量再往外推。对，好，保持呼吸，眼睛看向右手延伸的方向，很好。手肘让它放松哦。对对，手肘放松，但是尽量往前后延展。我们把整个身体在这里打开。好，吸口气，慢慢吐气的时候，我们把后面的手往下，所以你后面的左边的肋骨会去靠近你左边的骨盆。好，把上面的手心朝地板，双手打开，可以的话髋骨持续的往下降，后面的手轻轻点在膝盖上就可以了。很好，把后面的手绕着下背找到你前面的腿，让胸口可以再打开更多。对，很好，记得你的前脚膝盖哦，前脚膝盖再往外推，把气慢慢吐光，很好，感觉你的肋骨啊，记得肋骨右左边的肋骨尽量在找你的左边骨盆 ，yes， 好，吸口气，慢慢松开，回到勇士二，好，吐气的时候我们换边了哈。把上面的手尽量往上延伸，所以你的这边这个手到你的身体到你的腿是一条线。对，好，胸口尽量翻开，肚子收紧，把上面的胸口肋骨都向上翻。很好，保持呼吸，眼睛看向上手背延伸的方向。好，记得下面的肩膀哦，肩膀记得推开离开耳朵，气慢慢吐光。好，再吸一口气，我们把下面的手沿着你的小腿找到地板。很好，上面的手可以的话，往后画一个大圆圈。好，试试看能不能把两手扣在一起。好，胸口可以再打开，髋骨上面的髋骨再往后翻，但是我们前脚的髋骨会再往下降，脚趾让它放松。这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那个天堂鸟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有没有把脚举起来。好吧，胸口再翻开多一点。好，准备再下一个呼吸。我们把右手点着地板，身体慢慢的向上推，前脚也推直，进到你的三角石。对，很好。上面的肋骨，上面的骨盆再向后翻开。脖子让它延伸，自然延伸到你的头。很好哦，前脚尽量的在向后推直，后脚的髋骨在向上翻，保持呼吸。好，慢慢吐气，我们慢慢把手松开，站回来。好吧，两手往上推，身体整个往前转。好，把后脚的大腿骨啊，让它往前推你的骨盆，所以你后脚的大腿骨会推骨盆往前。好，吐气的时候我们再向下降，收紧肚子哦，吼，耻骨会稍微往上提，对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往下沉我们的髋骨，把后脚再扎稳地板。深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合十，把手放到心口。然后我们往后推，所以是往你的右边推，往前脚的方向推，让你的手肘卡住你的膝盖。卡住膝盖之后，会有一个抗力帮你把胸口再往上推开，脊椎往前延展，后脚的大腿骨再往前推，但是后脚的脚刀再扎向地板。准备呼吸。慢慢回来哦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，很好，好吧，脚趾都往前转，好，手打开，收着肚子，然后我们把身体从大腿连接处往前折，很好，保持呼吸，屁股稍微往上翘哦，吐气的时候我们交扣在背后。吸一口气，手尽量的往上推，膝盖放松，慢慢吐气，我们放松我们的上半身，
屁股尽量往上翘，你会感觉大腿后侧有点被拉展，但你的下背、你的脊椎是顺顺的延伸了哈，没有感觉到压力哦。吸口气，头抬，先到一半，手打开，再慢慢拉，慢慢拉，很好，学会到心口，好。